的呢，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娃娃。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，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。远了担心。哎，姑娘，眼睛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感动了。近了呢，又怕掌握不好分寸。就是你啥个时候跟我们那么见外了？不知道怎么说，还没担心。但是人生其实非常的短暂，癌症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器，并有向脑部转移的可能。我害怕那一天突然就来了。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了解你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交流啊？是噻。夫妻是缘，无缘不聚；子女是债，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。天塌下来，有我和你老汉给你顶着。我让你们丢人了，说啥子？新年快乐，妈妈！新年快乐，谢谢，我爱你，妈妈。你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。哎，我怎么老能在这儿遇见你啊？看你英勇救人。齐鹏，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顾及感情。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，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，我不想加了。我会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和你相处。一个人走在黑夜中，我很心痛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3、2、1，上车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